个背朝我的同学站过来了啊，黑板在你这里。这两大定律，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布置给大家的一道思考题，看看大家完成的情况。当时问了大家，每个袋子中为什么要放相同数量的黑白棋子？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的答案啊，大部分同学有这样的一个答案，大家看一下啊，我来念一下，字可能不是很清楚。黑棋子他说表示的是雌配子，白棋子表示雄配子，每次分别要从袋中取出一颗棋子，所以要保持随机性，确保公平啊，所以我要设置袋子里面黑白棋子要一样多的。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答案是否合理，为什么为什么不合理？回忆一下我们上一节课讲的袋子代表什么含义，生殖器官，对不对？好，那么假定我左边的袋子代表的是雌性的生殖器官，右边的袋子代表的是雄性的生殖器官，那么棋子代表什么含义的？代表配子。好，那按照这位同学的说法，他说黑棋子代表的是雌配子，白棋子代表的是雄配子，那么在这个雌性的生殖器官生殖器官里面，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是不是有黑白两个棋子啊？证明有什么，按照他的说法有什么，有雌雄配子，雌雄配子会在一个雌性的生殖器官里同时存在吗？所以就是这个答案第一点不合理的地方，对不对？好，再来看看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大家看这个随机性是什么意思啊？它意思我放进去十颗白棋十颗黑棋，摸出来的是随机。那我问你们，我放进去十颗白棋子五颗黑棋子，摸出来的就不是随机事件了吗？也是随机的，对不对？随机我只要能预测它的概率不是确定的，是随机事件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分析你们说是不是方向就不对了？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同学分析。他说第一个随机性有问题了，对不对？然后他后面这句话解释的是什么？后面这句话解释的是什么？他说了一个什么？分离定律，把我们前面学的基因的分离定律的实质是不是写上去了？对不对？那么我问你原因是什么，你给我答了一个生物的知识点，大家说这样回答问题合理吗？如果以后碰到类似的考题问你原因，切记不要只把一个生物的知识点生搬硬套给我写上去，明白吗？你要分析生物的知识点和我这道题之间的什么关联，对不对？那么要回到这道题上来，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做的这个实验模拟的是一个什么过程，是什么？受精作用。在受精作用之前还有什么？我分别从两个袋子当中摸出一个棋子，这个是什么过程啊？模拟的产生什么雌雄配子的过程。我从这个雌性生殖器官摸出一个棋子，代表产生了什么雌配子，对不对？这儿产生雄配子，然后在雌雄配子结合，经过受精作用形成受精卵，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应该如何分析呢？既然是亲本经过配子的产生，然后配子结合形成受精卵的一个过程，那么大家想想看，我在这儿模拟的是这个亲本的基因型是怎样的？我这儿模拟的亲本的基因型应该是怎样的？大 A 和什么？大 A 小 A。 还有一个亲本的基因型呢，也是什么？大 A 小 A。 这个模拟的是大 A 小 A 这样的亲本自交的一个实验，对不对？那么根据我们前
学习的基因的分离定律，大家告诉我，这样的亲本产生的配子，预测一下有哪些类型啊？它产生哪些配子？大 A， 还有呢？小 A， 概率是多少？各占二分之一。它呢，也是二分之一的大 A 和二分之一的小 A， 对不对？那么它们俩这个自交之后产生的后代有哪些？四分之一的大 A 大 A。四分之一的大 A 小 A， 还有呢？小 A 也是多少？那加起来是一吗？他俩是大 A 小 A， 他俩结合呢？所以这儿应该是什么？二分之一，不要忘记了啊。所以我在这儿是不是应该模拟的是首先这个亲本产生配子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各从雌雄生殖器官里面摸出一个棋子产生配子，对吗？然后这两个配子结合形成受精卵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不对啊？体现了基因的什么定律啊？分离定律，对不对？好，那么现在你认为这道题答案应该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保证袋子里面黑白棋子是一样多的？黑白棋子一样多，我摸出来黑白棋子的概率是怎么样的？也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要保证摸出来的黑白棋子的概率是一样的呢？因为它产生的基因行为大 A 的配子概率是多少？二分之一。产生是基因行为小 A 的配子概率也是二分之一。我是不是应该要保证什么？对，要产生基因行为大 A 的配子和产生基因行为小 A 的配子概率怎么样？要相同，对不对？所以以后问题你们应该首先答生物学的知识，对不对？先解释一下这个过程是怎样的过程，然后再联系这个生物学的知识，联系这道题你来解答。那么大家把自己的作业再修改一下。首先你要解释一下这个过程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然后再结合题意来回答。很多人少了一，只答出来基因的分离定律的实质，少了后面的我用同样相同数目的棋子能保证摸到的概率相同，所以我应该设置这样的答案，明白了吗？大家先简略的记一下基因的分离定律。可以用自己的话总结也行，我说的是比较详细全面的啊。大 A 小 A 产生的配子的概率应该各为二分之一。
部第一次分裂的后期，然后呢？同源染色体分离，接着呢？剩下来的什么？同源染色体分开了之后，大红和大蓝分了，小红和小蓝分了，对不对？剩下来的什么？非同源染色体就会自由组合了，对不对？这儿大蓝就会和小红组合，或者呢？大蓝会和小蓝组合，是不是这样两种路径啊？选择，对不对？那么非同源染色体自由组合之后，我们说什么是位于染色体上的？基因。而位于非同源染色体上的是什么基因？非等位基因就会怎么样？自由组合的，对不对？好，那么你们根据前面我们基因的分离定律的模拟实验啊，借鉴那个模拟实验来设计模拟实验，探究基因的自由组合定律啊。给了你们以下的实验材料，在你们的学案上也有啊。在这儿，我黑色棋子有大的有小的了，白色棋子也有大小若干，然后布袋若干，材料随你选，可以用很多也可以用很少，你自己定啊。然后五人为一组，给你们时间是八分钟来设计你的模拟实验。哎，注意了，你在这儿要给我呈现出来的是以画图的形式呈现出来你的实验设计的方案，同时在学案上写明布袋和棋子的生物学意义啊，就跟我们模拟实验一样的分析生物学意义，并分析自己实验设计的优劣啊，在这儿用模拟实验来探究。提示一下啊，探究的是基因行为大 Y 小 Y 大 R 小 R F1 代产生配子的过程。前面我们在探究基因分离定律的时候，除了探究产生配子的过程，还探究了什么过程？还模拟了什么过程？受精作用，对不对？在这儿你不需要模拟受精作用，只需要模拟它产生配子的过程、种类及比例啊。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你们告诉我大 Y 小 Y 大 R 小 R 它能产生哪些配子？根据我们自由组合定律能产生哪些配子？大 Y 大 R 啊，还有呢？大 Y 小 R 小 Y 大 R 和小 Y 小 R， 好，是不是产生这四种配子？那么现在大家根据前面学习的知识，你来设计模拟实验啊，表示一下配子的产生过程以及种类和比例，给你们时间八分钟啊，现在开始。
一个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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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单
这个带子和棋子的含义分别是什么？棋子呢是金。棋子是金，好，带子呢？袋子是染色体，袋子是染色体是吗？好，请坐。好，来，大家其他组来分析一下，你们觉得它这个组合理吗？有没有优点和缺点？首先评价一下它们的优点有什么？哪一组来评价一下？哎，一鸣倩，你们这组评价一下。彤彤，你来评价一下。成功表示出来产生的这四个结果就是四种配子。嗯，然后有没有什么缺点呢？第一，他说大小一样。很混。我从这边带你摸出来黑棋，从左边右边摸一个黑棋，两个棋子大小是一样。你内心知道啊，我表示大 Y 和大 R。但是万一你脑子一糊涂，不知道哪边是左手摸的，哪边右手摸的，是不是可能会混乱啊？对不对？那这是第一个缺点，还有什么？有没有其他的了？一条染色体上有两个基因不太对，这刚刚顾明浩他们组说这个带子代表的是一条染色体是吗？对吧？一条染色体，然后他说这一条染色体上有基因，唐成芳认为他表示的是一条染色体上有两个基因。来，顾明浩，你们组这儿有几个棋子啊？五个黑棋，五个白棋，是两个基因吗？你刚刚说了棋子代表基因，唐成芳他们这儿表示的一个染色体上应该几个基因？十个，是不是？大 Y 这样的有十个，小 Y 这样的有十个，对不对？好，请坐。他们是一个袋子，是一个蓝色。对，他说一个袋子是一条染色体呀，然后它里面放了十颗棋子呀，棋子代表的是十颗，五颗黑的，五颗白的呀。它不是随机抽一个吗？它就是一种可能性。但是你现在是不是我随机抽是从染色体上抽出来一个基因的，对不对？你首先你要表示生物学意义，你现在是一个袋子吧？对不对？然后现在有十颗棋子吧，然后你说袋子是染色体对吗？一条染色体，然后棋子是什么？是基因，然后你现在表示的是基因是位于染色体上的，这个思路非常棒，对不对？我们基因确实是位于染色体上的，然后按照你们的思路，我是一条染色体上面是不是有十颗棋子的，对不对？所以按照你想法，我是十个基因的配子的过程当中，我从这条染色体上抽出来一个基因了，所以产生了一个含有大 Y 基因的配子，是吗？对不对？是这样吗？不能呀。他想表示大 Y 和什么小 Y， 对不对？这是一对什么等位基因？等位基因的概念是什么？是位于一对什么同源染色体上，然后呢控制一对什么相对性状的，对不对？所以顾明浩这一组他说我这个大 Y 小 Y 在这同一条染色体上，大家说成立吗？不成立，对不对？这是一个缺陷。但是他这个思路很好，他说基因位于什么染色体上，对吧？好，那么他这个组能表示出来配子确实是产生大 Y 小 Y 这样四种配子，能表示出来产生的结果，但是生物意义不是
那么的什么准确，对不对？那么有没有同学再想想，你觉得这个它这个还能有什么解释？我看也有组织这样设计出来两个袋子的，是不是？来，居思远说一下。袋子是细胞，棋子当成染色体，棋子当成染色体。那么这两一个细胞里面只有十条染色体，啊，数字擦掉。你要放几颗棋子？把那个袋子的数量给两个袋子，这样你就可以保证它的随机性了。不是等我尝一尝啊，思远再想想是吧？好，那么大家想，首先我这儿一条染色体上不可能有大弯小弯这样两个基因的，对不对？那么我应该再怎么说更合理一点呢？啊，陈然想，我这一个袋子代表什么？代表同源染色体。同源染色体上是同源染色体是几条？是不是两条？一对。好，一对同源染色体，然后上面是大 Y 和小 Y 基因，然后你们这儿有几颗棋子？减少数量。他现在学聪明了，他想减少数量的。那么要怎么改进呢？来，大家现在坐下来，结合他们刚刚的分析，你们结合自己的图再来改进一下。啊，不要忘记，长虹刚刚讲的，他们还有一个学生，两边棋子，三个小时我们分不清了，对不对？你要怎么改进？我认识吗？给你们两个改进一下啊。每个单
袋子都看作为染色体。啊，然后什么染色体？你刚刚说的，不要忘记。同源啊，同源染色体很好。然后一对基因它是控制相对性状在同一个位置上，啊，它是本位基因。很好。然后因为它每个都是一个，然后随机抽取之后就可以配成自主配型。啊，对。这就是模拟了一个什么基因行为，大 Y 小 Y 大 I 小 I 这样的个体，它产生什么配子的过程，对不对？同时解释了我们什么基因和染色体的关系，对不对？在一对同源染色体上，确实是一对什么等位基因，对吗？啊，非常好。那么大家想，他们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缺憾，你觉得是什么？基因我们是位于染色体上的，染色体在哪儿呢？那你觉得补充的另外一个应该是什么？染色体是在细胞里的，你觉得应该再补充一点什么？袋子。再补充一个什么？袋子。袋子很好。再套一个什么？嗯，袋子，这个袋子代表什么？细胞，好，对吧？啊，这个同学想的非常好啊，已经把我想给大家设计的已经都设计出来了啊，这就是我一开始想给大家设计的啊。我们验证了基因、染色体和细胞的关系，同时很好的模拟了 F1 产生配子的过程。好，那么今天我们学习了这样的一个模拟实验，对比了基因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一个关系，对不对？那么大家现在再来根据前面的实验完成你们上面的学案，填上基因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之间的比较，完成学案啊，在那张纸上填表啊。时候
小于金在哪上面？表示什么？是不是在一对同源染色体上啊？对不对？所以位置是这样的。那么自由组合定律是几对同源染色体上的啦？两对，所以我是不是要画两对同源染色体啊？产生配子的种类是不是刚刚已经说了？模拟实验已经产生了，对不对？发生时期呢？什么时候啊？减一后，对不对？好，这就是基因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的一个比较。那么，我希望今天下课之后，大家能带着这个探究精神，继续用模拟实验来设计一下侧交。啊，大家先设计一下大 A 小 A 和小 A 小 A 侧交实验，你该如何模拟？再设计一下，当等位基因位于一对同源染色体上的时候，你要如何模拟大 Y 小 Y、大 R 小 R 这样的基因产生配子的过程？今天设计两个方案，回去作业，明白了吗？好，下课。